公路。公路进攻谁强？索杰恩呢？羽毛球坦克，可能是那个可以丢石头的那个。进攻他强吗？丢进攻哦，蛮强的。丢陨石就是会有盾的那个不是吗？会有一面墙。对对对对对。一开始那个转角有个二楼，用星星很好抢那个二。一开始一开始星星啊，然后到中间那里就这一只，好像都蛮强的。试一下星星吧，中间再换。打赢。哎、欸，准备抽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操！我操！差点掉下去。